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作者俄式老五，播讲小编 C 烟水笑。第260章，一个散修引起的疯狂。江秀山心中极其不屑，不过在这种大会上，他可不会把自己的不屑说出来。莫宗主，天机宗能被邀请来这儿，就说明天机宗对失落大陆是有贡献的。不说天机宗，在我失落大陆面临域外修士入侵之时，每一个人都会对失落大陆有所贡献，唯一的区别是贡献的多少而已。若是可以的话，我希望所有的宗门都能坐到这第一排来，但现实是第一排只能让贡献更多的宗门来坐。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天机宗在百宗联盟贡献榜上的排名是第321位。当然，我并不认为通过贡献分交易得到的分数就低人一等，因为这也是对失落大陆的贡献嘛。嘴里说着不认为低一等，但事实上，他的话已经表明，天机宗不过是撞大运，这才有机会坐在这会员坛之上。而且，江秀山看了看莫无忌所在的宗门方块位，再次淡淡地说，天机宗排名第321位，最多只能有三人参加这个大会，但我却看见天机宗似乎来了四位啊。江宗主，那是不是我只要让开第一排就行了？莫无忌语气带着讥讽，他知道江秀山看他不顺眼，除了他没有通过百宗联盟直接在会员坛上说话之外，还有部分原因应该在邢皇的身上。尽管江秀山不知彭继清死于邢皇和他的联手，但却对邢皇相当的不爽。江秀山淡淡地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天机宗揭露了极简城东家对我失落大陆是一大贡献，但是天机宗对百宗联盟毫无尊敬，利用百宗联盟大会之机为自己谋取私利，若是不做惩罚，将来百宗联盟如何让众多的修士心服呢？江秀山语气铿锵，说的道理亦是清晰分明，有功奖赏，有错必罚。风震秋在一旁默不作声，尽管他处置了东明子，但东明子出自问天学宫，这也是问天学宫的一大污点。同样的，莫无忌也出自问天学宫，若莫无忌真的是一个外门弟子也就算了，关键是问天学宫的第一天才烟儿还是莫无忌的亲人，这种情况下让他怎么出手处罚？见风震秋没有开口，江秀山再次朗声道，鉴于天机宗宗主有功有过，我百宗联盟做出如下处罚，不追究天机宗利用百宗联盟的事情，同时也取消掉天机宗参与百宗联盟大会的资格。莫无忌冷笑，这就叫有功有过？没有人说什么，尽管广场上的很多修士都认为江秀山的处罚有些重了，但天机宗这样一个小小的宗门，他怎么被处罚还真就没多少人在意。换句话说，天机宗坐在第一排还主动利用百宗联盟对付极简城东家，的确是太过嚣张和猖狂。莫无忌面带讥讽，动也没动，没有五行荒域的分配，他才不在乎这个座位，现在涉及到五行荒域的资源分配，他天机宗不可能退出。江秀山见莫无忌根本不理睬他的处罚，脸色顿时一冷，一名虚神境强者会意，当即就要来抓莫无忌。邢皇抬手一巴掌拍了过去，大眼宗这名虚神境强者被邢皇直接派出了大会员坛。江秀山面色一变，一巴抓向了邢皇，之前他是没有借口，现在有借口了，邢皇在这动手，他岂能放过邢皇？邢皇哼了一声，一拳轰了出去。江秀山这一抓
根本没有动用权力。对他来说，一个虚神境强者还不至于让他全力出手。可邢皇却不是虚神境强者，他是一个真正的真神境强者。江秀山被邢皇这拳轰得倒退了十数步远，这才停了下来。你跨入天界了！江秀山满脸震撼地盯着邢皇。邢皇语气中带上了一丝不屑，就你大眼宗的人能跨入天界，我天机宗就不能了。风震秋一样是一脸震撼，他猜测之前五行荒域突然打开，邢皇肯定得到了大量的好处。本来就不想多话的他，在知道邢皇晋级真神境之后更不想多话了。莫宗主，莫非你以为你天机宗有了一名真神境强者就可以蹂躏我百宗联盟的规矩了？今天这第一排就是要按照对域外修士大战中的贡献榜来做，我百宗联盟管定了。江秀山是真的愤怒了，一个真神境修士还吓不到他江秀山。莫无忌知道他收留了邢皇，就必须要和江秀山站在对立面，更何况就算是现在不站在对立面，将来雷鸿吉回来了，他一样会和大眼宗站在对立面上。各位来自五行玉城的朋友，我说几句肺腑之言。这几句肺腑之言不是说给某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家伙听的，我是说给所有寻常宗门和所有寻常修士听的。莫无忌再次朗声说道。江秀山此时周身杀机四溢，他决定今天要立威，区区天机宗有一个邢皇那又如何？莫无忌根本就不理睬江秀山，他只是自顾自地说，天机宗在对付域外修士中贡献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但在这种关键时刻，天机宗的宗主杜世琴却被玉林雷氏以私利斩杀在了阴都之外，号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百宗联盟强者们没有一个人出来问这件事情，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调查。杜世琴宗主和我神交已久，虽然没有见面，但是他对我非常信任，在临死之前将天机宗宗主之位交予了我。莫宗主，你不过是问天学宫一个外门弟子，你说杜宗主将掌门之位交予你，这话未免太自以为是，把天下英雄当成傻子了吧？同样坐在中间的神药宗宗主秦佛玉忍不住说出来，他不是帮江秀山，而是莫无忌的话漏洞百出，他都听不下去了。莫无忌对秦佛玉一抱拳，然后才对广场上众多修士说，杜宗主之所以看中我，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名字，散修2705。散修2705，整个广场都哄闹起来，无数激动的修士都在高喊散修2705。要说这次域外大战中谁最偶像，谁是让所有人惦记的英雄，又是谁是大家都想见的人，不是大眼宗宗主，也不是问天学宫院长，同样也不是来自真末大陆那个人间仙王，而是一个散修，他的名字就是散修2705。这一刻广场上只有一个名字在不断的被叫起，那就是散修2705。一个散修踏上了百宗联盟贡献分榜的第一名，一个散修在数百域外修士的围攻中杀光了对手，杀出了重围，一个散修救了问天学宫丹塔的真狐圆满石景文，还顺手杀了一名域外半步虚神，一个散修杀了一名域外真神境强者，获得110000多贡献分，这个散修就是2705。而做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才是脱凡境的修为，他是失落大陆的骄傲，是所有散修的骄傲，也是所有没有光环修士的骄傲，所以他才能还有一个称号大师兄。没有人知道这散修2705所在何方，甚至一度传闻他被真末大陆的强者给杀了，现在这个散修2705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众人岂能不激动？大师兄，我要加入天机宗。我也要加入天机宗。莫无忌完全没办法说话了，他吃惊地看着狂呼躁动的广场，根本就没有想到散修2705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响应。他之所以在此时说出自己是散修2705，就是要坐在第一排，然后从五行荒域获得更多的资源。天机宗重建不是靠几个人就能成功的，必须有大量的优秀弟子，可再优秀的弟子也需要修炼资源呢。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见大师兄了，今天幸亏来了这儿啊。我也是啊，一想起当初散修2705一人面对数百修士围攻，还杀得域外修士血流成河，我就激动不已，我头皮发麻呀。哎呀，我恨不能自己也和数百域外修士对着干呢。我听到问天学宫血统四师姐说散修2705杀了数百修士后浑身是伤，浑身是血，还拼命救了问天学宫的师景文和嫣儿，最后拖着铜棍慢慢离开的时候，我心都要碎了。江秀山震惊地看着莫无忌，一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没想到眼前这天机宗的宗主居然是散修2705。不要说别的，就看看散修2705如此浩大的人气，他也不敢再动莫无忌一根毫毛。比起这个莫宗主，他江秀山根本就被人给无视了。我说白宗联盟贡献榜的第一怎么会和问天学宫无关呢？原来还是我问天学宫的人。风震秋哈哈大笑，人家现在是天机宗宗主。江秀山冰冷地回了一句，一样一样，他在加入天机宗前不还是问天学宫的弟子吗？从双榜被大眼宗压制以来，风震秋头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气顺畅了不少。大家安静一下，等我把话说完。眼看轰闹越来越大，莫无忌不得不摆手大声叫喊，都别大呼小叫了，等大师兄说话呢。台下一个粗大的嗓门配合着莫无忌的声音传遍整个广场，下一刻广场上安静下来，众多期盼的目光看着这个贡献分排名第一的散修，想知道他接下来会继续说些什么。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由小编 C 和捏水笑为您播讲的不朽凡人下一集。